很让人羡慕，中华电将要在8月6号发出去年的绩效奖金，每个人的金额不相同，平均差不多是2.6个月，那么相当于一发要发出去差不多30亿元的金额，等于是公司送给员工的最佳父亲节礼物了。中华电表示，这主要是考虑到劳资关系和谐的做法，有鼓励员工的激励效应。